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fight fa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 now ask that you help me welcome in a very big way, direct from Zhengzhou, China, HNTV's famous announcer from Wulin Fe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Gu Chengdong!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金星纯声冠名的武林风，我们这是在美国为您呈现武林风走进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的比赛。同时呢，我要首先向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预告，在12月31日，河南卫视将在首都北京为您呈现武林风环球功夫盛典。那么这个盛典呢，将采用现场直播的形式，一共15场比赛。这15场比赛包括7场淘汰赛。那么这7场淘汰赛是由4名中国勇士迎战来自4大洲的顶级拳王，经过7场淘汰赛之后角逐超过100万的奖金。另外一部分呢，将是由8位中国明星级选手来迎战8位世界级拳王。那么其中呢，死神方便将迎战考克莱，李保明将对着穆斯里木，武僧一龙将对着拥有100条金腰带的泰拳传奇人物。下面这场比赛是一场中美男子67公斤级对抗。那么下面将出访的这位美国运动员，他因拳法出色而闻名。那么目前在美国 WBC 泰拳世界联盟当中排名第3。那么最给人印象深刻的胜利就是击败了排名第1的布莱斯，和战胜了拥有了4个世界冠军头衔的威廉。那么他说他将以他的爆炸之手 KO 中国勇士，我们有请劳尔。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he is, Raul Rodriguez. We have seen Raul before. 5'8", 152 pounds, originally from Rio Bravo, Mexico, now fights out of Bakersfield, California. 下面将要出场的中国勇士，名字叫谢雷，很多人熟悉他是因为他是踩着林帅的肩膀爬上来的。其实更主要的，我们忽略了谢雷淋漓的进攻和堪称完美的防守，我们有请中国勇士谢雷。And in the red corner, weighing 147 pounds, standing 5'8", age 20, fighting for Chinese Special Forces with a record of 11-2. This man's a Chinese warrior champion. Here is谢雷。谢雷 from Anhui, China.A record of 11 wins, 2 losses. He's a heavy puncher, a very good puncher. 比赛现在开始。 3 rounds of welterweight action, and here we go.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收看的这是宋雨杰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拉达大酒店为您转播的武林风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的男子67公斤级的比赛，在这白色拳道的中国勇士谢雷，这是来自辽阳的创新俱乐部，而这个戴着黑色拳套的是劳尔·罗德里格斯。那么在昨天称体重的时候啊，劳尔·罗德里格斯呢，因为超重啊，按照我们竞赛的规则，在1个小时之内你要把体重降下来，但是他在1个小时之内的很难能降到67公斤，这样的话按照竞赛的规则要对他进行处罚，他的50%的出场费要给这个谢雷，因为我们这个比赛规则是非常的严格。漂亮的个蝎腿摔下来，谢雷这名队员呢，他以前是在这个辽阳这个创新俱乐部进行训练，那么他在我们武林风刚来的时候啊，他是和洪光进行了一场比赛，当时那场比赛他是跨级别打，他以前打65呢，他要和洪光打70。那么那场比赛他的防守给我们留下特别深的印象。那么第二天之后，他就获得了中国勇士的称号。当然，他获得中国勇士称号也很富有戏剧性啊！当时在我们这个武林风最具有名望的是林帅，但是他在中国勇士这个争夺当中，2次战胜林帅，获得了中国勇士称号。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说他是踩着这个林帅的肩膀，站到中国勇士这个宝座上。
我们看到劳尔·德里克斯，因为他的体重要比谢雷重2公斤以上啊。那么在昨天称体重完了之后，谢雷也跟我说，我和这个劳尔·德里克斯比赛呢，我心理上并不怕他，因为我和洪光打过，我经常和这个的7公斤级的选手打，我心理上并不怯他，但是对方的力量确实比我大，所以我在比赛当中我要采用一种移动战术，不能打这种阵地战，因为对方力量就是确实太大。哇，你看这个罗德里戈采用的是一个高臂然后加摆拳，打得非常的聪明，因为他力量比谢雷大。这时候谢雷尽量的不给对方拉开中远距离，要把压上去，要利用全马进攻。我们看到劳尔·罗迪克斯，力量确实很大，并且他的打法很全面，技能腿上头上高鞭，同时他这个拳法的摆拳，尤其是前摆拳，有一定的杀伤力。这就是劳尔·罗迪克斯，他曾击败过排名第一的劳莱斯·克劳斯。而且还战胜过4个世界冠军头衔的威廉·萨利亚普，罗德里格斯不可小视。这是谢雷在第一比赛里面的一个接腿摔，你看打得非常的聪明，接腿之后一个挑摔，他在哪右手往上挑，然后是再给对方一个低扫啊。Small kick to the body, but Rodriguez backs him up, throws a right hand, a leg to the head, I should say. Great round. Back with you, live action here. 布林峰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的男子67公斤比赛的第二局开始了。戴着白色拳套的是中国勇士谢雷，啊，戴着黑色拳套是美国的劳尔·罗德里格斯。劳尔目前是在 WBC 美国泰拳联盟排名是第三位。这名选手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名选手，技术很全面。他的全面的原因，他不仅有这个前摆拳的杀伤力，力量大，同时他还能够高鞭腿上头。我们在场边，听到了王洪祥，听到了托尼，包括这杨建平等等队友给他的给谢雷的呐喊声。第二局啊，我们看到这个谢雷就打得非常的聪明啊，控制一下节奏。对，我不给你这个中远距离，我尽量往上压压啊，因为谢雷的这个拳法速度非常快。以前谢雷来到我们武林峰成名的时候，是他的高臂的上头，他曾经 KO 过林胜，就是靠他的高鞭腿。但是，我和他的教练那个张涛进行沟通之后，他不仅要有这个高鞭腿上头这个技术，更需要在武林峰这擂台当中需要他的拳法。我们看到今年，这个谢雷的拳法有了长足的进步，他的出拳速度快，尤其是他的一个前肘，第二局打得好的原因就是通过这种游动战术。毕竟这个劳尔·罗德里格斯体重要比谢雷重3公斤，力量大。现在谢雷在防住对方之后要打反击，要坚决。谢雷不仅在武林峰成名成为中国勇士，而且在今年还成为了辽宁的一名特警，因为他代表辽宁特警获得过全国特警的这个自由搏击的冠军。现在他也成为一名特警队员。这就是劳尔·罗德里格斯的力量，他在第一个低扫腿之后，觉得这个谢雷下班不稳，又一个低扫。这从这点看到这个劳尔·罗德里格斯的丰富的比赛经验。
into the corner of Raul Rodriguez. Brings a record of 10-1-1 with 7 knockouts into this fight tonight, Blinky. And I'll tell you, he is fighting like a champ. He looks good to look. He looks composed. He's not wasting a lot, Phil. And he's doubling up on the right side. If he throws the right hand, he throws the right leg. He throws the right leg, he throws the right hand. And even at the end, he came back with a right leg left hook. Look at action here in round two. Boy, it was fast and furious. And there's that right leg left hook I was talking about. As leg came right at him, there's a back leg, took both his legs out.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是武林风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男子67公斤级的这个第三局的比赛。戴着白色拳套的是中国勇士谢雷，戴着黑色拳套的是劳尔多迪克斯。那么第三局开始，我们看到谢雷就主动的进攻，那么也使得劳尔多迪克斯有点不适应。谢雷这种压制打法，不仅在新西兰用过，而且在环球拳王的比赛当中他也用过。那么这种突然节奏的改变也使得劳尔多迪克斯有点不适应。我们现在看到劳尔多迪克斯，你看他一直后撤，和他前两局完全不一样。这就是谢雷的压迫式打法。 Well, Rodriguez could jab with that left leg and keep him off of him. 那么就在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欣赏谢雷同拉尔洛哥里格斯的比赛的同时，也要告诉大家，12月31号，河南卫视跨年巨献将在首都北京进行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死神方面将迎战泰拳王考克莱，而这个中国勇士李保明将迎战世界散打沙皇穆斯里木，同时武僧一龙也要出战。不是说今天谢雷发挥的不好，而是这个劳尔罗德里格斯打得太狡猾，而且他这种体重超的情况下，力量优势在本场比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当然我们也看到劳尔罗德里格斯对这场比赛也非常的重视啊，你像他今天的这个拳法，这时候谢雷千万不要大意，对方利用这个绳脚的这种战术，我后撤到绳脚，我让你进攻，当你不再进攻的时候，我突然一种打反击，千万不要小视对手。劳尔罗德里格斯太狡猾了，如果中国勇士现在想翻盘，就要在第三局要 TKO 对手。今天劳尔罗德里格斯在全场比赛里面，他的战术运用合理，体能分配好，而且这个拳头的组合的分配打法非常的灵活。你看他现在知道你这个谢雷也，他能感受你出拳力量下来之后，我马上打反击。今天他的实力把握确确实实，劳尔罗德里克斯不愧是美国达洛布斯泰拳理事会排名第三的这个位置的选手。你看这大反击是吧，时间到了。 Great fight. Judge one scores about 30-27. Judge two sees it 29-28. And judge three has it 30-27. All in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blue corner, Raul Rodriguez.Was dropping and letting my left foot go in, and that kind of initiated my whole attack going forward. Everything was right. I would definitely go to China. He's a strong kid. He definitely deserves another fight. 我想这要是在中国打的话，我不会是这个状态，因为来的时候时差嘛，没调整过来，一直就是说对这边饮食啊，一点都吃不下去，因为我的力量压不住对方嘛。要是我的力量哈能压住他的话，我想这一场比赛他会非常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金星纯生冠名的武林风，我们这是在美国为您呈现武林风走进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的比赛。同时呢，我要首先向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预告，在12月31日，河南卫视将在首都北京为您呈现武林风环球功夫盛典。那么这个盛典呢，将采用现场直播的形式，一共15场比赛，这15场比赛包括7场淘汰赛，
那么这七场淘汰赛是由四名中国勇士迎着来自四大洲的顶级拳王，经过七场淘汰赛之后角逐超过百万的奖金。另外一部分呢，将是由八位中国明星级选手来迎战八位世界级拳王。那么其中呢，死神方便将迎战考克莱，李保明将对着穆斯里木，武僧一龙将对着拥有百条金腰带的泰拳传奇人物。那接下来这场比赛应该是今天的拉斯维加斯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比赛开始之前啊、那么赌场对中美双方的运动员进行了赛制的开盘。那么其中赔率最高的比赛就是这一场。这一场对于美国人来讲是好像是没有悬念的比赛，他们认为美国选手必胜。那么这位美国选手是谁呢？去年就是在拉斯维加斯，他以非常快的速度 KO 了中国著名选手李宁。我们有请来自美国著名泰拳手 WKA 排名第一，有请勒德斯拉。And now for the WCK Full Rules Muay Thai World Title. In the blue corner, wearing blue, weighing 137 pounds, he stands 5'4", age 32, direct from Thailand, now fighting out of World Muay Thai in Santa Clarita, California. His record stands at 120 wins, 15 losses and 5 draws. This man's a 3-time Rajadan Nam Stadium champion. I give you Mr. Lightning.Lucilla 和勒德斯拉对阵的这名中方选手来自广东美泰，曾获得在香港举办的亚洲拳王争霸赛的金腰带。他和勒德斯拉的年龄相差是8岁。那么今天是邓德奇创造奇迹的时刻，也是邓德奇历练的时刻。我们有请中方代表队邓德奇。拉斯维加斯是一座欲望之都，谁也不知道结局是天堂还是地狱。普拉兹酒店是武林风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的比赛场地。我们初到此处便惊奇地发现，这场盛大的搏击赛事已经为赌场开盘了。从双方赔率对比来看，大部分比赛都是一种势均力敌的态势，这反映了庄家的判断。最高的反差出现在邓泽奇对勒德斯拉这场比赛中，邓泽奇获胜的赔率达到了1:6，如此高额的回报是否能吸引很多人下注呢？勒德斯拉实力非常强大，买他的回报虽然很低，但是稳赚不赔。如果买那个中国小伙子，肯定血本无归了。勒德斯拉去年曾 KO 过李宁，他的重击造成了李宁下颚骨折，长达半年无法参赛。小将邓泽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唯一的好消息是来自对手勒德斯拉体重超重，必须在1个小时内再降掉多余的1公斤。邓泽奇利用最后的时间仔细研究勒德斯拉的比赛录像，力图找到破敌之道，夺取对手的 WCK 金腰带。武林风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精彩值得期待。And in the red corner wearing blue, weighing 134 pounds, he stands 5'7", age 20, direct from Guangzhou Muay Thai Gym, with a record of 30-6. Here is Gong Xiangqi. Gong Xiangqi, a 20-year-old from Shanghai, China. Now living in Guangzhou, China. You heard his record, 30 wins. 比赛现在开始。Trying to get the attention of Lurdzilla. Start here! 现在是宋雨杰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普拉扎大酒店为您转播的是武林风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四季。这是一场 WCK 的男子61.4公斤的冠军卫冕战。那么穿着灰色短裤带着红色拳套的是邓泽奇，他今天将向这个带着蓝色拳套勒德拉斯发起挑战。因为勒德拉斯在去年我们进行的武林风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第三季进行 WCK 轻量级冠军争夺战当中，他是
KO 了李宁，获得了 WCK 的轻量级的冠军金腰带。那么今天这是他的卫冕，那么邓泽奇是向他发起挑战。那么这场比赛是采用的纯泰式规则，对方可以吸上头，同时还可以用肘法。我们在去年啊，对这个勒扎拉斯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毕竟是在泰国的伦宾尼拳馆获得过全场的冠军，而且也是泰国世界太平理事会三个级别的金腰带的拥有者，是115、118和122磅三个级别金腰带的拥有者。目前他在世界太平理事会还排名第一了，实力非凡。今天这个邓泽奇能向世界冠军发起挑战，他非常珍惜这种机会。我们看看那个德拉斯，你看他利用这种躲闪啊，避开了邓泽奇的进攻。我们都说，运动员的防守只有靠把拳拿起来进行防守，不是。我们从这个勒德拉斯刚才你看没有，他利用这种躲闪来化解你的这种进攻。那要是使得这个邓泽奇的拳法在他身上就很难发挥威力，转身的偏拳，哇，进攻！我们看到单人门将比赛的裁判是来自日本的江启。在比赛之前，我和邓泽奇也进行了交流。他说：“我这场比赛，采用这种压迫式，不给对方这种距离感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泰国的这种拳王，金腰带拥有者，他们非常喜欢这种缠抱技术啊。我不能给他这种机会，我尽量把比赛节奏带起来，利用拳法。而且邓泽奇，今年去了泰国之后进行训练，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在比赛当中，打得更加的自信了。勒德拉斯来说呢，他今天这场比赛卫冕，我们看他在心态上显得非常的轻松啊。他认为这个邓泽奇想挑战我成功比较困难，说打得很放松。在昨天下午称体重的时候，勒德拉斯他的体重要比邓泽奇重2公斤，但是通过一个小时的这个跑步，进行降体重之后呢，他达到这种要求，所以他通过这2次小时恢复之后，你看他的体重明显要比邓泽奇要重啊，非常大。因为，在争夺这个冠军头衔的时候，体重一定要达到标准，达到要求。但是在昨天称体重的时候，这个勒德拉斯体重超了。但是通过一小时的自己的在跑步机上跑步啊，包括练拳呢，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个1公斤体重都降下来。但是我们看到他今天的体能恢复还是非常好。我们看到勒德拉斯和邓泽奇比赛里面，他的力量优势在今天比赛里面，发挥出来了。这是一个方面啊。第二方面，今天我们觉得今天那个勒德拉斯呢，在比赛里面，他更多的想展现自己的技法啊。这是他的一种进步，要敢于向世界冠军发起挑战，要敢于向在这个世界搏击擂台这个舞台上向顶尖高手发起挑战，跟他们进行交手，才能够赢得学习的机会。现在邓泽奇在今天比赛里面，你看我这个前手的这个直拳打不到你之后，我可以变拳，我前肢之后我突然的变成这种肘法肘击你。要节奏加快，邓泽奇不要跟对方打这种死缠烂打这种慢节奏，要知道对方的这个力量很大。我们也听到这个武林风战队的王洪祥也在指导邓泽奇说要把比赛节奏打起来。
因为你只有通过你的快速进攻的节奏来打乱这个戈达拉斯的这种比赛节奏，你这样的话你才有机会。如果你这样给对方打这种阵地战的话，想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挑战成功就有一定难度。我不光是这个李宝明也好，包括王洪祥都在场边来这样指导他，把比赛的进攻的节奏打起来，要把你这种优势给发挥出来。And then you see the Chinese fighter looking to load up, and Luzella just throws his left leg out there and throws him off. Again, the Chinese fighter. 这是纯泰拳规则呢，要打这个五局。Here we go, live action in round three.好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您看到这是武林风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进行一场男子61.4公斤的 WCK 轻量级的冠军卫冕战的一场比赛。红方是来自广东美泰俱乐部的邓泽奇，而蓝方是目前 WBC 轻量级的冠军戈德拉斯。本场比赛裁判是张切勇，打五局每局是3分钟，刚才转身边拳速度很快。邓德杰很聪明，我这贴近你，让你对，让你这个西法的进攻也没有办法能够发力。不着急，不着急，想动一下出拳。武林风将在12月31号。进行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比赛当中，你不仅要能看到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你还能看到这种纯泰拳的比赛，另外你还能看到 MMA 的比赛。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戈拉斯对于这场卫冕战啊准备的还是非常充分的啊、他对这个邓泽奇这种进攻的节奏也不是说特别的适应。你看，你看，现在我们看到勒德拉斯，他的体能上也是出点一点问题了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纯泰式这种摔法呢，和中国散打的摔法有一种本质的区别。我们中国散打摔法强调一个快字，一个突然性，而纯泰式的摔法强调一种这种缠抱。现在这个邓泽奇呢也想把比赛节奏带起来，并要打五局，体能对他是个考验。还剩最后的10秒钟，第三局比赛即将结束。第三局比赛结束了，啊，内华达州的州长布莱恩·桑德瓦尔，那么签署了一项文件，说2012年的11月11号为武林风日。他这是对这个武林风栏目4年来在这个世界搏击之都啊拉斯维加斯进行这种中美文化交流的一种肯定和一种赞誉。哇，这个摔法险些碰着了这个长裁判江启，他撑得太近了。不管你利用什么样的技术，这个防摔非常好，邓泽奇。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泰拳王勒拉斯，他更多的还想利用他的西法这种杀手锏。我们知道泰拳的选手他杀手锏一个西一个肘，但是你这样完全贴近他之后，他就肘法是很难发力。你看他这样的顶着这个邓泽奇不让上来，因为他这是想进行一种体能的调整。
他太聪明了。这时候邓泽奇就是要逼上来，不给你喘息进行体能调整的机会，我要不停的进攻。下降了，哦，漂亮漂亮。这时候邓泽奇要更聪明点，拉开再继续进攻。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勒扎斯体能确实出现了问题，他越是想这种打节奏用正蹬控制你不让想让你进攻的情况下，他为了调整体能，他把所有的体能要保持到第五局上，毕竟这是他的卫冕战，这是要逼进去不停的进攻。我们看到场裁判这个江继肉告诫这个邓泽奇起腿的高度要高点，不要打到对方的这个裆部。在这第四局比赛里面，他采取了一种延缓邓泽奇进攻的一种战术，不停地用这种正蹬腿控制对手，不让对方上来，同时用长跑当中用摔法。观众朋友们，武林风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男子60.4公斤 WCK 轻量级卫冕战的第五局开始了。红方是来自广东美泰的邓泽奇，蓝方是世界冠军勒德拉斯。通过前四局比赛，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今天这个勒德拉斯说他是世界拳王啊、嗯。那么在今天这场比赛比拼当中，他的体能确实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尤其在第四局比赛里面，邓泽奇的优势展现出来，就是体能优势展现出来，而勒德拉斯他的体能的弱势却暴露无遗。我们看到第五局比赛，现在邓泽奇还是一种压迫式的打法。哦，今天可以说是勒德拉斯在这个战术安排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他的问题就是说，在我在前两局体能好的情况下，应该迅速的结束比赛，但是他没有能够做到。从这点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个拳王想在这个擂台上保持这个长青，而且保持最佳的这种竞技状态，确实不容易。打完拳再上去，嘿，打完拳上去，我们现在看到勒德拉斯，尽管这场比赛是在卫冕战，但是打得非常被动，尤其是从第四局开始，现在邓泽奇是越战越勇。And that time he grabbed his leg off him and just led it with the right hand. 要知道这是一种纯泰拳的比赛，要打五局，每局是3分钟，对于双方的体能是严峻的考验。这种缠抱技术，现在我们看到，现在邓泽奇想利用一种摔法，还要发挥你自己的特点，利用拳法不停的进攻，不要被对方这种战术所迷惑。打得再聪明点，邓泽奇，因为对方在利用这种正蹬腿控制你的棒子近身的时候，他只有一条腿的支撑，我为什么不能用低扫呢？我们看到邓泽奇利用这种转身的边圈，包括看转身的旋风踢也好，也在不停地变化自己的战术和进攻的线路。现在邓泽奇不要改变自己的战术，进攻再犀利，再主动一些。尽管这是第五局，比赛时间到了。Judge one scores the bout 48-47 in favor Lerdzilla. Judge two sees it 48-47 in favor Tsuchi. And Judge three has it 49-46 in favor of the winner.By split decision, and now the WCK Full Rules Muay Thai World Lightweight Champion in the red corner, Deng Zeqi. Deng Zeqi 获胜。邓泽奇在这里创造了奇迹，他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勒德斯拉。邓泽奇
真了不起。Feel good? Okay, but I'm a bit tired. Yeah. And before the fight, your rate is much, a lot much higher than your opponent. Do you know that? Yeah, I know. And do you want sometime like rematch to get your back? Yeah, sure. Want to rematch? Yeah, want to rematch for sure. 这段时间我提前来美国训练了半个多月，然后一直拼命的练习拳，在这里学习拳击。跟着李宝明在这里练，很拼命很刻苦，这段时间训练一开始我都没有想，我只是说这场比赛我过来拼一把，这武林风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过来只是根本没有抱着胜利的希望过来打的。我现在很年轻，我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拿更多的腰带，拿更多的冠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金星纯生冠名的武林风，我们这是在美国为您呈现武林风走进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的比赛。同时呢，我要首先向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预告，在12月31日，河南卫视将在首都北京为您呈现武林风环球功夫盛典。那么这个盛典呢，将采用现场直播的形式，一共15场比赛，这15场比赛包括7场淘汰赛。那么这七场淘汰赛是由四名中国勇士迎战来自四大洲的顶级拳王，经过七场淘汰赛之后角逐超过百万的奖金。另外一部分呢，将是由八位中国明星级选手来迎战八位世界级拳王。那么其中呢，死神方便将迎战考克莱，李宝明将对着穆斯里木，武僧一龙将对着拥有百条金腰带的泰拳传奇人物。那么一龙其实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知名的选手了，在2010年武林风第二次走进拉斯维加斯的时候，一龙被美国的凤凰城特警队长 KO。 那么这次事件呢，在网络的点击率两天就超过 1.5 亿，由此可见全世界对武僧一龙的关注。那么在闭关修炼一年之后，一龙在2011年再次来到美国，结果特警队长派出了自己的徒弟，意思说你如果能战胜他的话，在今年特警队长将接受一龙的挑战，结果一龙战胜了他的徒弟。可是在今年9月，非常不幸的事发生了，凤凰城的特警队长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幸身受重伤，医生宣布他可能无缘再来到比赛现场了。那么于是他就为了自己的承诺，也为了表示对一龙的尊重，在这场比赛他特地请出了曾经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KO 过自己两次的现役美国拳王，拥有三条金腰带的云石皮克索尔。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武僧一龙。 From the Shaolin Temple in China, with a record of 30 wins and 3 defeats, this man's a warrior champion. I give you 一龙。Yilong, a 25-year-old out of Shenzhen, China. He tipped up the scales last night at 160. A very good 比赛现在开始。Yilong, we have seen him fight before. Hello, 观众朋友，宋雨杰是现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巴扎大酒店，为你评论武林风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的武僧一龙的比赛。这一场男子72.5的比赛，他的对手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重量级拳击冠军，同时也是美国自由搏击的冠军。我们知道武僧一龙曾在2010年来到美国的还是大酒店。哇，漂亮漂亮，有机会了，机会了，一龙来了。对，当时在那场比赛当中，美国的特警队的队长罗斯曾经战胜过这个武僧一龙，但是武僧一龙在2011年希尔顿大酒店举行的林峰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第三季的比赛里面，用90秒钟 KO 了
格罗特的师兄弟，膝能上头啊，新一弟。那么今天他是第三次代表武林风来到了美国拉斯维加斯，他的对手是约莫皮克索尔。约莫皮克索尔呢曾经两次战胜过美国特警队的队长格罗特。我们看到武僧一龙现在外战，他更多的使用这种低扫腿。那么我们在赛前呀、啊，和这个一龙也进行了这个聊天，问他你今天这场比赛怎么和皮克索尔打？因为皮克索尔毕竟两次 KO 个这个格罗特。一龙说，这个皮尔呢，他的拳法还可以。我想啊，他的这个腿法一般，我要随机应变，以无招胜有招啊，寻求一种变化。他说，我不管对方水平如何，不管你是美国的自由搏击冠军也好，不管你是两次 KO 过格罗特也好，我要今天比赛，我要战胜你，见招拆招。刚裁判是凯撒皮姆。我们看到这个皮尔索克，抗击打能力还是很强的。在第一局比赛里面，武僧一龙曾经有机会 KO 对手，但是他现在又，你看没有，已经恢复过来。第一局比赛时间到。武僧一龙在今天比赛里面，他这个低扫腿对，在第一局给对方还是有很大的杀伤力。我们想在今天，他应该坚持这个招牌动作。I'll tell you, it's been pretty much even down the line as the American fighters go and the Chinese fighters. No, absolutely, Phil. But there you see the right hand. That's the Yi Long, that particular first round. As we were talking earlier, this is a three-round fight, so you really don't have.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是我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拉达大酒店进行的武林风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的第四季的一场男子72.5公斤的比赛，是由武僧一龙迎战美国的自由搏击，也是亚利桑那州的重量级冠军，约莫皮克索尔。这个索尔呢，曾经两次战胜过，曾经 KO 过武僧一龙的美国特警队队长罗伯特。他的打法呢，技术比较全面，你看拳腿组合都有。现在武僧一龙啊，这又是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一个低级的错误，你怎么能这样让对方打你呢？武僧一龙重重的躺下了，又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你抗击打能力再强，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I'll tell you what, Phil. Yi Long stood there with his arms, just stretched out, saying, basically, hit me. 再看一下慢动作，两拳、三拳、四拳、五拳，你能抗到三拳，你还能抗到五拳吗？We're going to see that exactly when the replay comes, Phil. That Yi Long 重重的倒下了。A three-punch combination. 但是他又犯出了一个太低级失误的错误。要在对方进攻的时候，你抗压能再强，要把双手拿起护住自己的头部，因为下颚两部两侧是最薄弱的防守位置，恰恰让美国的自由搏击冠军皮克索尔。用左右的摆拳重重的击倒击住自己的下颚。 In the blue corner, Josh Picto. 本场比赛获胜方 Josh Picsor. 你看拳腿组合都有。现在武僧一龙啊，这又是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一个低级的错误。怎么回事？他打了三拳，打下了。不知道，我都不记得了。怎么回事？
亲身患癌症晚期，中国勇士周志鹏含泪出征，十场将中赛前病倒，嗓子发炎特别痛，然后高烧烧到38度多。小虎铁英华能否经受考验？武林风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四季，12月7号精彩呈现。